咱全国的教友，我是罗时宏王志毅，到我新正年头，我趁着这个五洲万派的机会，甲咱全国的教友来拜一下年，而且祝福咱全国的教友，大家高运昌隆，会当年年发大财，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真感谢正月份咱全国教友对我罗时宏的教爱、疼痛甲爱护，我伫遮深深来感谢咱全国的教友，感谢大家。要甲咱全国的教友透露，咱伫二月份的王牌，我有真正足用心来做出，过来五洲的社长拢有来遮甲我监督，有一寡个暗杠的鸟仔，伊讲拢袂使，你共透露啊，拢爱留出来。我讲啊，我话要爱留我做比赛，伊讲袂使，反正王牌为先。所以我伫2015年3500613这只年轻的黄金总攻，我嘛来做出两队。二月份的王牌歌第一场，777、767、768、779、830，就是拢伫这只黄金总攻来配合咱一只2015年432920这只高雄创造者专存总冠军，啊，甲配伊的小妹2018年698921这只综合24顶的，这两只是我拄来正眼前上好用的黄金总母来配年轻总攻做出来。所以讲，咱二月份所买王牌的鸟啊，我相信咱全国鸟友看到，恁就知影讲，我2018年所讲的承诺，就是都来所有的好鸟，拢会列出来分享给全国的鸟友。但是要甲大家回拍一下，就是讲，因为鸟只有限制，所以讲我阁有一挂2011年、12年真优秀的鸟啊，嘛还袂做到，嘛有迄个2012年到进头顶的鸟啊，还袂做。嘛，拢无法度咧，所以含全国的教育分享。所以讲，我直接先甲大家做一些抱歉。有机会，我大哥用心来做出全国的教育。咱零千哥第一场的第一只，这只就是2019年288609，老爸就是咱新兴春季五冠综合冠军。尤其这只，我要甲大家透露，这只鸟就是咱庄树碧宝的极度近亲，伊的老母就是2015年。432920创造者当季五冠总冠军专存总冠军，这只本身有庄树的树皮的花，还有咱庄瑞敦白蚁杀手的花，还有我本土桑杰树的花。所以讲这只鸟虽然伊伫创造者成绩唔是入了足好，但是因为伊四冠的时阵是总啊39顶，第五冠因为好飞冠分数。因为伊第四关飞回来有去限着时啦，所以讲第五关我虽然拢有交狗，但伊是上尾只狗，所以有去提落。这只鸟本身我有甲掠出来，做出2020年下季的，我要甲刺斗，伊嘛阁有一只飞五关状元优胜。所以讲这只鸟，个社长在讲啊，好，我掠这只出来甲咱全国的鸟友分享，阁甲大家透露，就是讲2018年我有看。我所记录的成绩，有真侪鸟友在怀疑讲，我一个人较有可能入遐侪只鸟啊。所以讲哦，社长在甲我讲，人在怀疑讲你较有可能入遐侪只鸟啊，敢会有迄个作假？我讲好，你甲讲安尼哦，我即届所有的零千哥，我就是拢列出有记录的鸟啊。虽然话是五关过啊无足优等，但是我是认为迄那是会当做足好的证照。所以讲，我即届掠这六只零千哥，我是真正足用心。零千哥的另外这五只，台南冠胜下季，我出10只去支援，因为在训练的当中，拄我连续高雄落大雨，有迄只绿衫的，迄只鸟关10几天才回来，回来拄我迄礼拜就要交资格赛啊，所以迄只总放弃。9只鸟内底有5只过五关。这5只过五关，我无保留，我全部拢列出来。我相信这5只内底，恁看就知，有一只鸟母嘛是出我2020年当季陪综合冠军的鸟母做出来。所以讲，即届二月份的王牌零千哥，这部分我是真正足用心。无这内底我会当拣2-3只起来用，但是我毫无保留，就是全数列出来。咱这个拍卖哥，我甲大家透露，就是咱1号
二号，大家看到就知影，这就是我正眼前上发推的年轻总工甲年轻总务，这拢甲列出来。搁我拄仔在介绍社长所讲，迄只一八年毕宝啊的近亲是应空冠军的极度近亲，啊，搁交毕宝啊的近亲是仁德冠军的极度近亲。所搞出来，社长都看到迄只鸟啊足水，一定爱出一部出来含教育分享，我嘛拢列出来。啊，搁本身迄只我嘛有投，伊的老爸老母嘛搁投，所以讲咱全国的教育会当落研究，甲大家透露就是白蚁杀手高山结束的这两个鸟，我足少曝光的，即届已经掠足一只出来啊。所以讲咱全国的教育爱较用心的落研究。而且搁再三甲大家强调，这只五控控一控控，这只一百号啊，这只若无社长再三的交代，我这只鸟是准备还袂要曝光的，因为这只鸟打掠倒来，我拄来还袂介久，我所做出的鸟还袂介侪，所以讲我也无想要曝光的。但是因为为着社长一再叮咛，所以讲伊的兄弟姊妹，我会当掠出，我就尽量做出来分享给咱全省的鸟友。甲全国教育透露，就是咱二月份的网拍777799甲777800这两只的老母，就是2010年2968711，这只是我拄来的桑杰树的黄金种母。我甲全国教育所透露，就是讲这只的鸟母，就是这两只最后的两只。我以后这只871所作出的鸟仔，我都拢要留来，因为已经留啊2010年啊，所以讲我要留我起来育种，留给囡仔去使用。所以讲，咱全国鸟对桑杰树有认同的人，有想要饲看卖的人，这两只鸟，我希望咱全国鸟友会当做慎重的考虑。咱全国鸟友，我要甲大家透露一个好的信息，就是我第二月份要出这批网拍的时阵。实在足幸运，这几啊部，逐部都出双只，还佫有出到吼足侪部双工双母的，这是真正一个足好的结条。所以讲，即届发到这只鸟的人，我相信应该对恁的足大的发挥、足大的帮忙。佫有即届在出这批鸟，有足侪拢走对顶台前祖罗兰，还有祖罗兰，还有乌目的，尤其咱迄个树枝啊，出三只鸟内底，就有两只乌目的啊。我本身老巢都要到30只的树叶近亲，到正时无留到半只乌目啊。但是若要出落咱全省的教育分享，都各有出到这乌目啊出来。因为我之前我都讲过，咱这联合的鸟啊，我都无法度留起来做证。我是足期待讲，我以后若要留起做证，看会当互我出到乌目啊。因为我足想要来尝试乌目啊。那咱庄瑞生前辈讲的，出到乌目啊，爱好啊用，足好用。我就无迄个机会，所以讲咱全国的教育，恁爱慎重来考虑，因为这种乌目啊，实在可遇不可求。即届我这个配对出三只，啊，竟然就走两只乌目的，搁一只是出到乌目，搁出到带青来，这只鸟应该是会足优秀的一只金刚。咱全国的教育，若有发到咱 N 月份啊、二月份这两场网拍过的人，我伫只祝福大家，拢会当季季出到冠军，年年发大财。再一次伫只感谢全国的教育对我罗斯洋的疼痛甲爱护。